欢迎受伤了，你我既然受伤，我既然现今是另外主人，你怎以他去冲突？难道你未参与黄昏杯之战？哼，你何必明知故问？是啊，我明知你不肯参与天文山五峰之夜，只是选择与西剑流合作，所以走去破坏乌比龙军的恢复，才会这样的狼狈而回。这是，不用说，我也知影你又失败了。我的失败岂不是正中你的下怀？唉，你的失败确实未出我的意料，只是你的智慧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愚蠢。神过文宏，还珠楼不是你善压之处，虽你愚蠢偏不承认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给你这么多次的机会，你却是一次也无把握住。哼，你诱导我杀苏总，参与黄昏杯之挑战，明明上要协助我对抗银飘渺，但是你所提每一个方案根本是不可行。你是在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吗？我是敌意你的目的何在？哦，你敌意我是因为你也怀疑我是银飘渺，所以不信任我所提计划，所以认为我另有目的，总有好心。你不是人飘渺，但我也无信任你，而你的目的你自己最清楚。唉，我的目的一直是真简单，就是希望你能让我刮目相看，但事实显然不是如此。这种借口是将我当成三水东盟吗？你认为我别有用心，是什么用心？夺你还珠楼，还是你逼你受伤？我哪一个计策有此用意？你以庄稼人乃是至交好友，为何你要我涉入伊的行踪，陷他于死地？这一切太过不合理。庄稼人的绝路是天意注定如此，我不过顺天意而为，一个借口硬插。你不肯对我妥协，还要我信任你吗？庄稼人之事姑且不论，难道你认为我有心害你？切！我再问你，你怎样认定我不是人飘渺呢？如果你是人飘渺，你大可将我杀掉，何必继续以我周旋？哦，你的以我周旋，就是想将我身上得到什么？但若是人飘渺，除了剑术之外，伊根本就无任何的需求。你就无想过人总是会变心。